一说私房都躲躲闪闪，嗯，现在说私房都他妈拍胸脯子，这我这是哎，故宫房哆哆嗦嗦，对，不定什么时候就给弄来六七环去了。因为有孩子的关系，就没有孩子，给我弄新疆去我都去。对，您在企业退掉5000多块钱，嗯，在法院上班，哎呦，就没得了，没得了，去的那哈，嘿，现在成他妈香饽饽了。你看这期视频聊的内容丰富吧？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走胡同偶遇一位热情、幽默、善聊的北京老哥。这现如今住私房拍胸脯，住公房为何哆哆嗦嗦的？曾经法院工作没有人去，现如今退休金能拿多少呢？来，请您一圈三连，咱们一起听听吧。您好，哎，我们到这里面看看。您随便看。哎呦，真好，谢谢您。随便看哪看哪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？对，怎么着100年以上啊？100年以上了呀。我在这住70年了。您在这住70年了？啊。哦。太老了就在这住。太老了就在这住啊？啊。呀，那您也是老北京。太老了，姥姥、我妈、我、家伙、闺女、外孙六代，六代。哎呀，住几间啊？住3间。哟，您这房子不少。真不少。是公房还是私房啊？都是房管所的房、哦、这个院儿是北屋啊、哦、后院有一间北屋是私房，剩下全是公房。这是以前都是人家有个人的院儿，都是个人的啊、哦、解放以后可不就收工了就哈、啊、哦，自觉自愿的交啊、哦、不交自己都害怕的哈、啊、真是啊、嗯、就是那会儿一说私房都躲躲闪闪，嗯，现在说私房都他妈拍胸脯子，这我这是私房。现在牛了，今非昔比。现在私房牛逼了，现在你啊，过去说私房都偷偷摸摸的，对，都不敢说。现在过去住公房是拍胸脯，住公房哆哆嗦嗦，对，不定什么时候就给弄来六七环去了。您这个今后这儿也得动，说不好咱得动，反正是吧？困难一点，你房子宽敞一点，人不愿意走。对，孩子上学。那孩子上班，你这个弄这个六七环怎么活呀？您这玩意儿，老年看病，老年看病，嗨，老年就那么回事儿，他、嗯、妈的等死不叫。您愿意走吗？我不愿意走，不愿意走，因为有孩子的关系，就没有孩子，给我弄新疆去，我都去，真的，给我弄哪有口吃，我这有口吃的就行了，真是，有口喝的行，就为了孩子，孩子上班，上学，牵扯的这个不牵扯这无所谓，对。很多事儿，咱们都无所谓，咱们这岁数，没错。嗯，您今年高寿？哎，我没有高寿，我70，70啊，70啊，60，我59年的，69岁半吧，就是，明年70，53年的，嗯嗯，现在退休金高吗？现在7000块钱吧。哟，那您是属于高的呀，真属于高的，7000块钱吧。好些人都5000多块钱，他们。对，您在企业退掉5000多块钱。哟，那您看来是在事业单位，嗯，在法院上班。哎呦。没有，我在法院干行政，但是也属于那什么，退的也少，算公务员吗？就算公务员。哦呦，真不错，挂一公务员，公务员什么也没觉得怎么好，退休工资高啊，比企业能多1500块钱吧，差不多。嗯，以前我在74上，74那电子管厂，我知道，对，有民营的产品吧，对啊，那不景气，后来就到法院去了。后来人家介绍到法院去了。哟，那您这还算幸运。当时到法院的时候还没有电子管厂拿得多呢，那会儿才多少人？那会儿人不愿意去，没办法。那会儿厂子挣得多。那会儿厂子挣得多，虽然要倒不景气了，没比这点单位多。对，那会儿厂子挣得多。对，事业单位挣得少。那法院是没人去，我是没辙了才去的那。你这一个没辙了，没辙了去的那哈，嘿，现在成他妈香饽饽了。香饽饽了。啊，现在这破地方都到香饽饽了。现在想进法院很难的，太难了。现在得考。对，第一你得有学历，第二你还得关键，你得有人脉，没人脉您可那什么。对，还得考。要是研究生送那什么去，送外卖的，不就是因为没有人脉吗？没错，没有人，很多都是这样。中国就这人，北京尤其是北京人脉太厉害。对，首都嘛，是吧？首都，您就一孩子。对。哦、那孩子是82年，那会儿赶上计划生育。对呀，那时候。对，我有俩同事就因为要了第二胎了，两口子工作全没了，开除了给。对，除名了，两口子工作都除名了。啊、哦，除名了，我瞧那个年代的无所谓。对，回家做小买卖，自己交个社保，现在收入也不少，做小买卖也挣，开个小铺卖点这个。07、08岁的油盐酱醋茶的香烟糖果的，我瞧那会儿开个小铺也不少挣，不少挣。
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竞争太厉害了、挺好的啊，您这个孩子都在一起住呢？没有，没在，没在一起住、人家孩子家在这儿，孩子在外，在别墅，在那怀柔上班，孙子在这儿上学，放假这儿哈、没，您这得看着吧，给对，得看着啊、那俩大的管不了，现在年轻人活年轻人管不了，太累，就竞争都啊无厘头的竞争，简直现在都得靠老家儿。对，这上学倒是不发愁啊。对。完了就直接这儿放假，小学直接就上了五中分校了。对，五中分校，二十二中分校，二十二中，对的，这俩都是过去的好学校，真是、所以这地儿也是好地儿。对，要说这还叫学区房，真不错，不错。行，谢谢您。没事，您要看，谢谢您，您要看，您要看，您随便可以往里面啊，您到我们站着，没事，我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真好，又遇见好人了。哎呀，你看老哥聊的这些事儿，您是否也经历过呢？您有何感触呢？这老哥啊，还带着我们看了这个三进的百年老院子，后期视频再给您介绍，请您持续关注，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